我前几天呢、啊，我上香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两边放在后面的，啊，龙王殿的龙王桌的两个，啊，这个花瓶。最后的定局是这样，好像两只雪白的手露出来了，被人有人坑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垂下两个。有人跟我讲，像不像两只手？像不像无助的人被栽在里面，两只手垂下来？这个插花的主意，这一个旨意是什么？啊，跟我讲，我真的看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好像远远的看，两只手苍白无力的手，看得很不舒服，心安，跟我反应。那你要调你的内心啊，怎么样看顺眼他呀？人家想是一两只苍白的手，无力的手，那个人灵魂被栽在里面，在求救啊，垂下来，不是像插花往上啊，往外啊，插得满满的，哇，一盆啊！你怎么看待？所以就要转你的念头啊。你不能每件事情不顺心，就世界就把它毁掉啊！你嫁错一个人就把他杀掉啊！你生错小孩你就把他捏死啊！我们还不是这样又走又受伤的，还不是一步步这样子的走出来，走过伤痛，走过恨怒，走到今天啊！